一起聊完模拟市民是，没错，又是这个系列。好像除了这个系列以外，我也没有其他系列好玩了。我现在戴上下排的牙套，所以讲话会大舌头，而且我嘴巴破一个洞，超痛。TNI TNI，那这次我们又要来摧残谁呢？我们来回顾一下好了。我们之前呢，捏了文心、妈妈木的文心、Winner 的 Mino 跟帅哥马粪。那在这么长的一段日子里面，我有喜欢了更多的韩国人，想不到吧？所以呢，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捏谁，但是实在是选不出来。所以这次呢，我们要把一切交给命运。我在 Spotify 上面建了一个歌单，就是里面包含所有我有在听的韩团的歌。那因为 Winner 跟 Mamamoo 我捏过他们的其中一个成员嘛，所以我就把他们排除在外。我等下会按随机播放，那播到哪一首？我就是捏那一团。那至于要捏那一团的谁呢？我录这部影片的时候是4月4号，清明节，所以就是那首歌的44秒是谁唱，我就捏那个成员，很棒吧？一切交给命运。会不会到时候44秒播出来，我不知道那句是谁唱的？没有可能欸，不是我在开玩笑，我这个播放清单里面有12个团，12只有一个女团，其他全部都是男团。那我就来朗诵一下这12团有谁好了，各位，不然如果念错他们的团名，希望不要被骂。Monster X、Seventeen、B2B、EXO、NCT Dream、Pentagon、Astro、Icon、Shiny、Super Junior、Red Velvet、NCT 127。没错，这就是12团。我等一下呢，就按随机播放，一切交给命运。等一下播放出来的一些我其实没有很熟的团，我就出事了。像是 Icon， 其实我跟他们就不是很熟，但他们的歌很好听。这样哦，对对对，因为有一些团呢有经历过一些成员变迁，所以呢我都是挑新歌，就是他们的现任团员都在的歌，不然到时候就很尴尬。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！我现在把我的电脑调到最大声。恭喜 Shiny， 好灵魂，好欸，那是 Shiny 了。那好吧，既然团体搞定的话呢，我们就来看44秒是哪位朋友在唱歌。好，我放喽，44秒。完蛋，等一下。什么意思？好像是替接明豪啊。没错，差一点就是明豪了，非常可惜。但44秒的最后一刻是 T 在唱，所以呢，我们这次就来捏惊喜饭，耶！惊喜饭刚好是我里面最喜欢的。哇，那像我有 YG， 又有 SN， 下一个就是 JYP。OK， 又来到了我最喜欢的 CAS 页面。那一样呢？做任何事之前都要来做 research。Shiny， 还是我打起饭？我不会念起饭的韩文，因为他也是一位造型多变的家伙，所以就选我最喜欢的造型好了。虽然我用的歌是 Don't Call Me 吼，但他 Don't Call Me 的造型实在是有点非主流，所以应该行不通。还是选他那个，他不是 solo 回归吗？去年的时候是 Bad Love 吗？ Bad Love 的造型很好看呢。刚好是金发欸，我最喜欢金发。那我找到了一张直播截图的 key， 我觉得还蛮清楚他的五官，我就先用这张。他真的是长得真的是有精致欸，小鼻子小眼睛，不是在骂他，我一直说他的鼻子眼睛跟嘴巴都很小，然后脸也很小。完蛋，他的眉毛断一截，我好像没有眉毛断一截的模组，真是为难我。那照惯例，我们先让我们的模拟市民呢回归一个无的状态，一样先从肤色开始。那起饭很白嘛，当然起饭，那我们就先来挑个白的吓死人的肤色吧。好，先这样。那这个胡子是什么意思？把它删掉。好哦，那我们一样先从眼睛开始。眼睛它是单眼皮，它没有内双的问题吧，就是单眼皮。然后一样把它的脸缩小，毕竟它是韩国 idol。 鼻子的话呢，鼻子也好小，出状况。模拟市民毕竟是洋人的游戏，他们所内建的东西都比较符合西洋人的外貌，所以我就下载一些可以捏出亚洲人的外挂。我觉得这挺好的。好，嘴巴也很小，他嘴巴是一个
W 嘴就是猫嘴，好好小嘴巴。只要是那些韩国 idol， 就是往小的去选，给他小到不行。对啊，他就是脸很小啊，应该说他没有那种棱角分明的感觉。有一些人会长得很棱角分明，但就是 Key 这个人长得很圆润，所以我不能选那种有髋骨的。我刚刚说髋骨，颧骨有颧骨的预设。好。先这样，那眉毛，我的灵魂之窗眉毛。那 Key 的特色呢，其实就是他的眉毛上面有一个缺角，但我没有那个东西，所以我就先不管，我没办法。他每一张眉毛长得不太一样啊。好、哦，大概就是一字眉吧，整个人长得很柔和呢。鼻子呢，就是小鼻子。哦，搞得每次做这个事情都觉得我在看面相。我最近一次呢看有 Key 的综艺是《我独自生活》，他不是固定班底嘛，然后最近有一集是他跟明浩一起，然后网络上就有人说他们把《我独自生活》拍成了《我们结婚了》，蛮好笑的。哇，实在是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功。OK， 看我的心虚眼神就知道，不知道自己到底从哪小。好，先这样，大概是蛮擅长韩国人啦。那好吧，我们一样先帮他换皮肤，换完皮肤之后再说。打开我的魔法模组栏，这个蛮像他的眼，他其实左右眼有点不一样，反正就其中一边眼睛看起来比较凶，然后另外一边看起来比较柔和。很多人都长这个样，我也长这个样，但是我也是明面做不到这件事情。哎，结果好像还蛮像的，比 Mino 还像吧？没有想到会好像看似还蛮顺利的。好，那因为要用 Belove 嘛，所以我来找一张 Belove 的好看的照片来当做我的化妆 research。好、哦。首先来帮他带一个变色片，好像蓝色哎、欸，还是绿色，头好痛。好吧，我们就姑且找个蓝蓝绿绿颜色好了。那真的是难倒我了，还是我用这个，这还挺蓝的吧。接下来帮他画个南韩 idol 妆，这个对我来说就不是什么问题了，因为我最近下载一堆莫名其妙的模组，鲑鱼色，鲑鱼色还挺好的吧，搞定。你怎么觉得很像女 idol？ 口红的话，咬唇妆，嗯，这个好像蛮像的哦，就你了。好，我最后决定隐形眼镜用咖啡色就好，蓝色实在是太诡谲了。哎、欸，这乍看之下真的是蛮像惊喜饭的吧？大致完成，这次我真的比较没那么心虚了，因为我自己觉得还蛮像的。好，一样来帮他选一些毛发。首先是睫毛嘛，这个人好像没什么睫毛，不是说他没什么睫毛啦，就是他不是以长睫毛出名的这样。但我们还是要帮他装一下睫毛吧。我的魔珠在哪里？我的魔珠，我的魔珠，找到了。然后我帮他换了一个鼻影，加工一下他的鼻子。最后呢，就是头发。他的概念照是梳上去，可是他打歌的时候好像都是用，就是用妹妹头那个造型。还是我就照他直播的那个头发找好了。头发应该不难找吧？不可能没有吧？我妈呀，我下载这么多头发，这个头发的档名呢叫做救国，所以他是根据 BTS 的救国去做的头发。我还有下载过一个头发叫世勋，那个档名就写了世勋，这个很像他概念照那一张的头发哎、欸，但好像太直了。我说他的头发，这个就比较像泰明哦，嗯，这个也蛮像的哦。但这个发型我是不是上次用过？我上次捏马粪是不是就用这个发型？好，那我们照惯例要给他挑衣服。惊喜饭他还蛮会穿衣服的，而且他穿的都我觉得没有一定的风格，他什么风格都会穿。所以我又来看看人家的 Instagram 长什么样子。他好像最近穿的比较运动休闲风欸。那这一张他坐在 IKEA 的 Killing 盆沙发上面，这张在台湾卖5990块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用他最近的穿着来看好了。嗯。还是我们就给他穿套装，直接搞定。我有米色套装欸，他会不会整个颜色太一致啊？我觉得这个更好，针织衫，没错，好欸，白色针织衫配牛仔裤好，感觉他应该在那个金六里面穿过差不多的造型。哇，完全像他会穿的东西。鞋子的部分呢，他应该也穿帆布鞋比较多吧？感觉这双 Nike 我有，这里，哇，一模一样。虽然说这双鞋子根本跟他脚上那双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为了好看，我们调一下颜色，调成黑白，完成。OK， 那我们一样让他去模拟世界里面动一下。名字的部分呢，他叫起放还是 Key 就叫 Key 好了 ，Johnny Key。
Key 一样全部大写好了，跟他的那个 Instagram 账号名字一模一样。哎呦，我少打一个 I S H I N E E。好 ，OK。然后性格我们来顺便给他选一下好了。嗯，我其实跟他不是很熟，我上次 Minor 怎么选的、啊？还是我乱选 ？Key 的话呢，他问一问他有洁癖，所以我帮他选个整洁吗？有比整洁还要更整洁的吗？拘谨，任何肮脏的东西都会不舒服。好，拘谨。然后刻薄，好吧，就选刻薄好了。我看的每一个 Shining 的片段里面呢，都是崔明豪跟金启帆吵架，然后他们两个吵架的状态就是一个很刻薄，然后一个脾气很差。他养了两只狗，所以帮他选爱狗人。OK， 打勾勾。走吧，启帆，我们来去模拟世界里面玩。只要是 idol 的话，我都一律把他们搬进三名苏诺。那我看一下明浩跟文心勒，哇，他们搬去哪？哦，这里这里这里。那我们就把启帆跟明浩搬到一起吧，反正一样都是明浩，他们的英文拼音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中文翻译不一样。明浩在门外 ，Hello， 哇，我到底是他看起来太不健康了吧？哇，哎、欸，启帆真的很像哎、欸，真的有像哎、欸。各位，这个画面，他站起来了，他去哪里？哇，他看到。吓一跳，想说哪里来了？假都见啊！现在看到的是 SN 跟 YG 的交流会，模拟市民 ver， 这个蛮像现实中金启帆在做的事情哎。启帆很会煮饭，明豪就在，不是明豪 ，Minor， 我现在开始叫他们艺名，免得我搞混。我真的是，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我捏的蛮像的吧？像外面是在下雨吗？在下雨，不然我想让他去唱歌，毕竟他是 idol 嘛。我现在马上立刻帮他们买一个音响，让我们的女团舞大师金启帆可以大跳特跳。这间公寓的格局很烂哎、欸，我把它先放这边好了。来跳舞。OK OK， 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他为什么一眼跳不情不愿啊？跳舞真糟糕。弟似乎过得不太开心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你是靠场吃饭的、欸，你怎么可以讨厌跳舞？像我们看到的是 S N 女团舞担当金喜范在跳舞，然后宋明浩直接开门，把门直接打在脸上。谢喽 ，Mino。那以上就是呢第四集的，抱歉了，我的 idol。没错，这是我们用命运的轮盘选中了 Shining 的 Key， 但感觉成果好像比前面的还要好。下一次呢，我们再来用命运的轮盘决定下一个是谁。对啊，还有安眠书店啦，安眠书店，我已经毕业快一年了，安眠书店还是没有毕业，抱歉喽。好，反正我就随缘更新啦。那一样，有人如果想要看我吹一下他们的 idol 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就这样，拜拜。